轻轻的往上倒啊。关键我这花哪辈子能熟呀？也快。这两天天冷，要是天暖和，也不是。那我这两天看评论，就是老多朋友说在网上买那花种不靠谱。他问我在哪买的，我说我这个也是那个啥网上买的，我也不知道啥样，到现在还没除呢。几天了，反正是我们这边冷。冷。底下那多浇点有粪，粪多了它就透气。哎，你说这，哎，这是不是啊？那个是，那不是，那是草，这灰菜吗？嗯，把它拽下去。这都是，先别拽了，嗯、一旦咬湿了。不是，这不是。我再去把那边的菊花浇一浇。好。孙老板啥时候出去买好吃的了？啊？啊？打我刘西，打我刘西。买的啥呀？打我刘西，给你好吃的。看没看到捂上？我让你看。妈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这刘西咋的？你最漂亮，你最好。酸奶，娃哈哈。小孩喝的。看，大厨又要掀他的宝库。哦，我的鱼在哪？我的鱼在这里啊。嗯。一坨一坨的肉鱼。啊，炖这个大胖头。啊。哎呦，这鱼也太大了。那这个鱼。炖小的了吗？炖个小的吧，就是得缓开之后剁开就好。嗯，咱人少吃不出大鱼的气势。等您剁出来吃呗。对，哎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冰柜肉啊！我寻思你能吃肉吗？给你多买点肉食的我。煎着吃吧，煎着吃有味儿，炸大一点。嗯，你把这个弄上，我炸里。嗯，把气儿来。朋友们，你说我们家孙老板多好，怎么看怎么好，怎么看怎么漂亮。没有那个那老师的酸奶。哎，这个很好。这个、有就行了，挑啥呀？挑啥自行车？关键我看你搁那嘎达，瞅着好像挺不得劲儿似的。我挺可怜。给你买点好吃的。小帽一戴，真专业。有大叔的样吗？对。刀鱼煎的味儿真好。刀鱼我还是愿意吃煎的。还买的猪肉罐头。朋友们啊，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那个，就是我们家有活干的时候。一听这话，不知道以为我多能干呢，实际上不是啊，是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家从小就是一有活一干活的时候，我妈就会做很多好吃的，所以我就喜欢从小就我们家有活干的时候，然后总是惦记着吃好吃的。哎呦我的妈，我打不开呀，给那个跳一下的啊，跳一下来打开。
出锅了。开饭了，炸的小带鱼，买了2个现成的金针菇和肉罐头，炒了1个韭菜。